多小伙子都喊爱你先生，但我谢谢各位，祝你们幸福吧。谢谢大家，您各位对我们很熟悉，是郭德纲、于谦，我们俩相信各位都听过我们的盗版台。今天来的这儿，高高兴兴，快快乐乐。虽然说水平有限，能力一般，但是愿意多给大伙说。对，你们要不走，我就不走。我走不了，我是明天的飞机。大伙都认识我，是啊，郭德纲、于谦都熟。其实于老师是大伙非常熟悉的、喜欢的相声演员，大伙看。众所周知，于老师三大爱好。好，有的地方说的不是很齐啊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于老师三大爱好，好家伙，真齐，这回太好了，太好了啊！我觉得这个说明观众们喜欢你，谢谢大伙啊。大伙也知道，这个人老是善良，那倒是啊。跟后台所有的孩子们、所有的演员们，跟谁都没有脾气。哎，我们都是朋友。但说句良心话，也就是今天，我们跟于老师敢这么逗着玩。怎么？因为往上倒，人家家里边是了不起的身份。宦官。往上边上那当然啊，书香门第，宦官之后。什么？你先等会儿吧。啊，宦官之后不像话。怎么了？宦官是太监，应该是官宦之后。官宦之后，对，就是有身份的人。首先说您的曾祖父，哦，那可了不得了。哦，在清朝的皇宫里边做事，是小皇帝宣统溥仪，是跟着他的曾祖长起来的。还有那么具体什么身份，咱们不知道。啊，我只知道到后来宣统退位。溥仪皇帝还写过一本回忆录，名字叫我的前半生，这书很有名啊。在这里边还提到过他曾祖的名字，有回忆。他曾祖看完之后眼泪都下来了，那是皇上还想着我呢，念旧，我也应该写本回忆录，好啊，记录一下当年的故事，可以写。皇上那叫我的前半生，他这个呢，我的下半生。我的下半身写了三天，一个字儿都没写出来。那就是下半身没什么呗，那就还是太监的说法。你老这么耿直，这叫耿直吗？哪有这年代久远，咱们记不住，记不住是记不住。但是到他祖父就了不得了，怎么呢？祖父真是允文允武，一代英才，文武双全。可惜就是去世的太早了，死得早，被日本鬼子杀害了。你看那年刚过5岁，呵，当年呢是在5岁他就死了。日本鬼子多么的可恨！哎，你甭提日本鬼子了，这后边有我吗？没有，哎，记错了，这几年都是记不住啊。反正他祖父了不起，是吧？文能提笔安天下，武能上马定乾坤，就这么大能耐。哎呦！真的能耐呀，是尤其武术啊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，练武术的都佩服他，都有名。给他爷爷还起了个外号，叫什么呀？叫冷面杀手，听着就更狠，简称叫冷面杀手。哟，那全称呢？朝鲜冷面杀手。哎，这说半天他是一吃货，这剩下辣白菜不了。一身的能耐，可真行，除暴安良，大家皆是要为老百姓做主，那是好人，了不得。听说哪儿有一贪官污吏，怎么样，或者是土豪劣绅，带着钱财从这儿过，他一定得去把它劫下来，劫财，把这钱给老百姓分一分，劫富济贫啊！站在十字路口，好，拿着这口单刀，是刀，拦车等着，打对过贪官污吏，好，开着。老牌的汽车，老爷车，那会儿叫福特，他跟我这车啊，过来过来啊，祖父站在这个十字路口，见，啊，这是
聪明啊，刚开始傻，不在十字路口正中了，他在侧身看，哦，让给点儿了，哎，车一来，哦、站住，停下，站住，哎，过去了，这太过了，这还来什么劲呢？这不能保证每次都得手，但是也经常能够成功，那有成功的好，让他单刀扔了，换了一杆枪，拿枪就好了，站住，哎，把手举起来。你们保命，别跟我闹。您介绍，把钱都给我。对，来拿钱，给穷人分劫财。这儿闹又去，好办。怎么样？把手举起来，还是劫财？来，我去站。这个，把手举起来，劫财啊！把腿举起来，劫财举腿干嘛？这回是劫色。不错，还好。就这么个了不起的人物，这没什么了不起啊。当然是早年间的事情了啊！后来到你父亲这儿就了不得了，他们怎么样？贪了！哎呀，那老爷子是这份儿又好，哎呦，专门搞什么研究工作，哦，对传统艺术极有建树，那是能人。他父亲是个戏迷，哦，喜欢京戏，戏迷，这是喜欢评戏，戏迷，是喜欢黄梅戏，戏迷。怎么个戏呢？调戏，调戏，我都没听说过，那叫什么戏呢？这是家传，哎，这家传这挺好啊，一辈一辈传起来，一直到您这儿，我也调戏，哎，啊，你是抽烟喝酒烫头，哎嗨，别提这个，好啊，哦，于老师在我们这行里边是这份儿，没有话，中国说相声的成千上万，嗯，您。比所有人都强，您太捧我，因为您有钱。哎，别提钱。哎，实话实说啊，最有钱的就是谦儿哥。是，家里边有钱库，我专门装钱。有一个房间放钱的啊，我进去看了，吓我一跳。真有，从地上挪到这儿，一沓一沓的新票，每张上面都印着玉皇大帝。全是冥币呀、啊！我的天，这得烧到什么时候啊？是呗，这不也就烧着用的吗？了不起呀！啊，说相声做生意，第一人也是您，对吧？十几年前，哎，有十五六年前了，得有。我做的早，说相声开饭馆，您头一个。对，开饭店是，我还给人写了两块匾送去呢。他这提的字啊，东墙挂一块，西墙挂一块。哎，怎么写的？这边写的是客。什么意思？客人如同天上的云彩这么多，到这里来吃饭，吉祥话，客似云来。这边写的是万里无云，没人呐，那还开什么劲儿？这饭馆后来就不干了。哎，早就应该不干了。但是对人家来说，没往心里去，怎么就是玩儿，不止的。尤其现在，于老师有一个很大的生意。我有人在微博上、在网上看到过，于老师开了一个宠物乐园，哎，在北京大兴，但也有什么、四个大字儿，天打雷劈。哎，都没听说，还好不了，好不了，叫什么？天经地华，天经地华。谁要是到北京去玩，想要到于老师那里，哎，转一转，欢迎的。养了各种的小动物，是什么小狗啊、山羊啊。梅花鹿啊，是养了很多的矮马，有马，打美国买来的，嗯，比狗大一点儿，见是小马，也就这么大吧，是特别的可爱，观赏的宠物，就是当宠物，买的时候17匹，嗯，现在是23匹，还繁殖呢，每一匹都倾注了于老师的骨血，对，没错，累，是累，像话，他比许仙不轻松。应该叫那叫心血，有什么区别？到您这儿老没区别啊啊！就叫心血，心血对，费很大的劲、嗯，养马，嗯、养了安哥拉的种兔，啊，这养了小山羊，养了梅花鹿，对，养了鸽子，没错，养了鸡，到这儿都咬牙大字儿了，鸡怎么了？替你美的了。有那个两头翘的那叫元宝鸡，这就对，珍珠鸡，没错，乌鸡，好几种呢、啊，一野鸡，欢迎您到这玩去啊。
鸡市场。哎好，我改鸡头了是吗？我给他起的点哦，瑜伽打鸡窝。这什么词儿？太难听了。多好啊！而且还开了一块花圃，养花种的花，对，无目的嚯，种了很多的菊花。瞧我种的东西，金秋九月啊，左手拿着螃蟹，右手端着黄酒，对，赏菊花，多么快乐的事情！看那玩意儿有什么高兴的？爹，谁要是到北京，想着来参观一下于老师的菊花？这是正经的，为什么要种菜啊？外边卖的菜农药超标，对，吃完对身体不好，不环保。于老师这儿特别的好啊，开了十亩地，各种时令的鲜菜都有。哎，没买过外边的化肥，是上的全是他们家自己人的肥料。那我们家人得多能拉呀！十亩地上的都我们自己的。谦儿哥带着嫂子还有儿子，仨人三口人天天吃饱了。就到菜地那儿蹲着去工作。好，我就专干这个是吧？十亩地呀，多费劲！因为他们吃别的，你的味道不对。哎，你就好自己这口，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面啊，杀一只羊，烤肉串吃，对，煮点花生、毛豆，哎，兴之所至，去摘个黄瓜吃吧。行啊，人家直接到那儿就摘，顶花带刺儿的，上地里摘去。咱们得买，人家直接到地里。那是伸手就摘种的呀，你往那边蹲啊，这还蹲这个，我这随时在这上贼去了，这就我吃，你洗都不洗，擦了，擦了，擦洗衣服去，那当然是。再一个，我们吃的黄瓜都是绿的，对呀、啊，你的黄瓜真是黄的。享不尽人间富贵啊！是，一会儿功夫，这香啤酒能冻喝。我您说，当然了，常喝啤酒的列位您知道啊？谁肚子里装不了这么多的酒？撑的喝差不多就得把它排出去。对啊，他这就省心了，直接站在菜地里就行了。我那就施肥了，喝差不多了啊，在菜地里。哦，你往那边蹲，怎么还有？我们一家三口就不上别地儿去了。那会儿也没办得，什么叫事业，哪叫生活，都
看不见眉目，鸟嘛，在外边租房住，家里边也懒得起火，不做饭。对门有一小饭馆，每天我到他那里去挥霍。怎么挥霍？他那个小饭馆挺大的，哦，有三张桌子，这叫大饭馆是吧？啊，每天早餐我必去，吃早点，买豆浆啊、稀饭啊、粥啊，还有小菜，小菜拌的小菜，水疙瘩切完丝儿，搁上醋，搁辣椒，拌好了。对，这么一小盆儿，不要钱，随便吃，好白给。哎，我每天到他那里去消费，怎么个消费？从家里带来二斤饼、四个馒头，到他那儿要他半碗豆浆，半碗。啊，我也带着我一个小饭盆儿。这对您来说是小饭盆儿，小盆儿、把他那菜盆拿过来倒到我这里边，然后我就吃啊。我是真不拿他当外人，哎，那是。我这规划一下，就是啊，这老板看着我，甲亢都起来了，气的呢。哎，没点事儿，我您那儿有一个叫蔡宝鱼的人吗？什么叫蔡宝鱼？这话多损呢！他说的是这是骂街啊，蔡宝鱼，那个驴吃菜就吃饱了，那是骂人，就趁着我吃的菜。对，有蔡宝鱼吗？您说，我连头都没抬啊。有，他儿子是卖早点的。再去是打电话叫外卖哦啊，要完米饭要菜，来之后一瞧，这碗呢也是这么大个，米饭跟蛐蛐过箩似的。好家伙，我知道这儿诚心啊，晚上我去，我得找寻找寻他，找寻。我怕他看不起我，您怎么？我戴一大戒指，戒指半斤左右的一个大戒指，这么沉，嘿啊，铁的不同。好家伙，太不值钱了！一进门我就晃那个，点菜点菜。就拿女巫老板娘出来了。哦，老板娘四十来岁，四方大脸，这俩大眼珠跟铜铃似的，哦，两根头发留一中分，蛐蛐这是，俩头发留一中分，这不就是那蛐子吗？这大牙就瞪着这儿，哎，要掐架子，这大牙啊，他刻上发财，扔到麻将牌桌里，就他个儿大，没错，拿牙子麻将，点菜，点吧。我说先来一个花毛一体啊，嗯，你先等着。什么叫花毛一体？别花生和毛豆拼的，嗨，那就别拐了，花毛一体。花毛一体，再给我来四瓶啤酒啊，四瓶，四瓶啤酒买好了。我说你相信吗？啊，不用你拿起子，哦，单凭我这手，啪啪啪啪，我能打开。嘿，不信，不信你不拿起子去？吃完饭走的时候，两口子眼珠子都瞪出血来了。恨你啊！转过天我又去了，还去。我带着七个哥们儿，哦，加上我一共八个人，干嘛？每人背一个巨大的登山包。哦，进去之后拼桌子，人多，他就三张桌子，拼好了八个人，团团围坐，就包了。点菜，点吧。先来一个花毛一体，还点这传统菜。这回要不一点，今天我们一听八人要一醉方休，这什么小点啊，大概到我进门的时候，一人可背一大包，这包巨大的登山包，每个包里边有三箱啤酒。哇，这是干什么？拿他这瓶当幌子，这是倒差不多，往包里一顺，拿我们出来喝。嚯，下午四点半来的，喝到凌晨一点五十。哎呦，我们这八个人有七个肚子没得馅儿。好家伙，啊，老板就擦眼泪，这个酒量就别出来了。还以为就这一瓶啤酒呢。临走的时候，老板娘说了啊，我知道你是诚心，哦，有能力自己开一饭店，别跟我们这儿找茬。哎，这就较劲了。寒天一水点点在心头，因为这一句话，后来开了饭店。怎么来？有时间您上我们这儿上个门。哦，您也请我，请您吃饭，咱们哥俩是自己人呢。那太好，您赏个脸，您太客气，要不我赏你一个脸。这什么意思？是谁都行，没听说过。上您那儿去，您请客。你上我这儿干啥？
喝点酒。哎，我爱喝，别喝白的，怎么呢？白酒伤身体。那怎么办？酒要少吃，是要多吃。白不能喝，那啤的也别喝。您喝完您还得回您的菜地去尿来，都耽误道了。那是，耽误半道了。那是。哎，我鼻音儿的，没酒。咱俩来一个，我们请你喝一瓶森油。哎，我也得喝得动那玩意儿。来 U F O， 没点杯啊 ，U F O， 那叫 X O。对对对，请你喝 X O， 这可以啊。再给你来点路易十三点。哎，我喝瓶神经病。路易十三没有点。路易十三 X O。好。存放50年以上才能成为这个名字，这就懂了。一口酒到嘴里边，马上咽，一品能出很多的香型，是吗？大一琢磨是茉莉花儿，再一琢磨橘子味道，这哎，香草，对，腰子味儿。运输太乱了，是吧？酒要少吃，是要多吃。关键是让您吃我们的菜。哎，酒就不喝了啊！先来点普通的家常凉菜，可以。花毛鱼米，哎，这个更有啊！花毛鱼米啊，还有黄瓜，哦、黄瓜的金花，这都清楚啊。吃饭喝酒小菜可以是吧、嗯？给你办一个 See you tomorrow。哦，先等会儿，嗯。什么菜？凉拌金针菇。这怎么叫 See you tomorrow？ See you tomorrow 什么意思？这是英语，明天见。对呀、啊，啊，金针菇这个东西，今天吃的时候什么样，明儿出来还是怎么样？哎呀，怎么那么恶心呢？您这菜，你是吃今天的，是吃明天的？哎呀，行了，咱哪天的都别吃了。凉菜是点点而已，哎、就干脆。海鲜喜欢吗？最好上这个。哎，海鲜海产品，嗯，龙虾怎么样？好吃啊！澳洲青龙，对，澳洲。澳洲我有朋友，是吗？让他给咱送，这么大个的啊，刺身吃也行啊，头尾给您澳洲煲汤吃。但是有人说这吃生的东西不敢吃，心里有障碍。这个您怎么样？我可以不吃就算了。谁说不吃？还有皮皮虾呢，皮虾好，皮皮虾行啊。天津北京叫皮皮虾，对，到了大连一带叫虾爬子，有这么称呼啊，这么大个是，咱们来一哈上下，这头顶王子一条子线，个个是活的，谁蒸着吃都可惜，嗯，我给您包饺子吃，拿这个一个虾包一个饺子，我不去皮儿，嗯，你吃一个，你从这儿能跑到兰州，哎，好，我腮帮子炸破了，海鲜分季节，对。请您吃，没有的话咱们吃别的，最好的，好不好？咱们吃什么？哎，我们的厨师是正经的川菜厨子，川菜好吃。北京那儿川菜可以，夫妻废话啊，就这么说了，还吃不吃？那叫什么？夫妻肺片，夫妻肺片，对，川西凉粉这个要上我地里吃去，怎么样？凉粉儿能吃吧？凉粉可以啊，还有宫保鸡儿，宫保鸡，你垄断了。那也没有吃宫保鸡儿呢。我们还有鱼香肉丝，哎，这可以。鱼香肉丝每个师傅的手法不一样，对了，有的翘青笋，有的翘玉兰片，是，有的放胡萝卜丝。放青椒丝都有，我们没有青笋丝啊，那无所谓，事儿吧，没关系。没有玉兰片丝，无所谓。没有青椒丝，哦，都不上。我们只有胡萝卜丝，那可以。我们只有胡萝卜丝，不好了啊，没关系的。只有胡萝卜，这肉丝只有。